十月初五日街，经典港剧《十月初五的月光》让澳门老区里的十月初五日街成为广为人熟知并争相前往一探究竟的热门景点。不过除去这影视光环，十月初五日街的确是澳门的宝藏，留住了澳门最传统最本土的历史。多家怀旧老字号，像南平雅叙、英记茶庄等，仍然屹立在这街道当中。此外，澳门政府也会不定期在此举办怀旧嘉年华，让这段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永远不被遗忘。来到澳门，不妨走进这老街，静静感受剧中呈现的澳门宁静。